大家好，我是东宝，今天的二叔啊，请我们打平伙，搞两只大公鸡。嗯，几公？一五一七四。哈哈哈哈哈。这个怎么样？咋那个没得？从哪打的？啊，就二叔你站住哦。好。你们舍得嘛？我给他。啊，我不记住，我直接把我舌头砍下来吃了。等下是不是还有人来修两只鸡？就是二表叔和大表叔啊，他们天天给二叔炒茶。哦，请员工吃饭，我们是来蹭饭的吧？对，哦哟，然后就是蹭饭来的。这里应该是肯定八月干的鸡。哦。好吃。等待，把带回去啊！哎，别的没别的问题不提了啊。来。嗯，做个薄片，切个薄片。哦，这个入饭，咋了啊？啊，在这个方面。哇，今天做饭可是入味最多的我。耶。这个黄皮子大嘛？抓去。快看，是的，我是这里。妈。放汤。我看。那个大点。贵。你是闻到香味来的吗？放点新鲜辣椒。大蒜，双菜，来点大冰火。好，搞一碗。整碟上的没滑嘛？带记住。我们就是这些。够。那你又我除了不除了，现在是有的，有这么多。这边，四川那边什么菜？哦，什么菜？山珍海味。山珍海味。嗯。蔬菜之王。这是吃不赢鸭脚板啊？你鸭脚板没做好吃，我。哎呦，我想我要你啊！刚好吃哦。这个菜我这吃肉板。搞啥嘛？搞啥嘛？阿姨，芹菜比鸭脚板好吃些，鸭脚板有点苦，我不喜欢吃鸭脚板。野芹菜啊。不得个鸡皮管，你那素炒也好吃，我们没得好素炒。啊，我从来没好素炒，我也就这么炒。什么？嗯。现在还是清点多啊，那过来吃的香。啊，那喝了就喝了是的。不走。咦，那你一个不懂些？累不？哎，辣椒。哎，吃了没有？卖了。灌汤的。辣呀！辣椒椒。他们是哪里啊？他是从好大。你慢点去。这个鸡肉炒的好吃啊。他说这里可以啊，可以，味的啊，所以好吃。还是手艺都可以的。手艺可以哦，你看女儿上在男，女儿上男的都会炒菜。啊，什么都挺高，我看一下。我捡了，你是。一块钱捡了你。二两一杯是我吃的，大杯是他，是也是东宝的，那几杯是你吃的。鸡肉就得点命运哈。那今儿鸡肉炒的好吃，只能顺带的。今天东宝就是下锅了，我舌头都没进去。我都没有的。哎呀，工作一点没交点嘛，那啥子你？下锅的时候是工作。想想去啊，我们这些什么的，拜拜。